说快说，我准备要洗澡了。您好，李茂给您点了一首歌，您方便听吗？啊，他干嘛找我啊？哎，他不会结婚了要喊我随份子吧？嗯，不是的，他说、啊、你总说我长不大，会陪伴我成长，最后我变成熟了，可你还是走了。分开一年，我其实一直没真的放下，我还总是能不经意地梦到你，泪流满面的醒来，再次听说你的消息，原来你已经结婚了。我知道不得不放下了，谢谢你让我成长，下辈子能不能让我娶你？这辈子不能娶我吗？我可以离婚的呀，是不是？不是他不好，他真的是我碰到过最好最好的男朋友。其实我也希望他能找到他的幸福，但是我又不希望他找女朋友。从没有见过极光出现的村落，也没有见过有人在深夜放烟火，晚星就像你的眼睛，杀人又放火。